Hello， 朋友们，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啊！看看这，哇，太肥了！活动了，10斤88，下单还送开好多一把。老铁们，香辣牛蹄筋，这个寓意是什么呢？双击的人都能把钱发哦，抓钱。嗯，是啊，大白鼠啊，这两天就害口味了，就想吃大白鼠。喷一嘴口红，蒸完怎么感觉它变大了呢？太烫了，等一下，看着捞捞屎啊！嗯，哎呀妈！用来蘸糖，啥味没有？口味一样吗？不知道，太烫了。等会儿尝尝那个味儿的。嗯，全一个味儿的。秘制五花肉。这个是辣鸭头，鸭头上面配了点辣椒。哇，这么嫩，太难夹了。看这个肉，快手新趋势啊，甲鱼爆头，这是甲鱼，不是乌龟啊，特别好吃。马上直播，炒酸奶，来一个海参，记得给个双击啊，卷个葱，蘸点料啊，海参，来个超级大的大爆头啊，有黄有墨给我双击啊。墨汁黄都有啊，给个双击。宝宝们看这啥玩意儿啊，毛肚，开灶吃这个，加辣椒油。你这么劲动人。宝宝们接着造啊，毛肚先吃这个吧。中间的吸着口。爆头，哪只脑袋大咱就爆哪只啊。进来老铁，双击双击，乖，巨大的脑袋。哇，看看白花花的大米，有没有吃过？吃过的扣我要切。
豆腐乳，今天又吃了，然后我吃几个，给我几个双击，好吧？继续吃，喝点汤。让我换一下好不好？早啊，朋友们啊，早餐一块两块排骨啊，三个鸡蛋啊，咱们这个营养必须要跟上。